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始。泰国的影视有备受关注，就聚焦到了风起洛阳和冰与火的身上。而冰与火呢，又已经是预热了很久的作品了，但很多观众都在等着开拍的放出，所以相比较之下，不少的小伙伴都会对他目前正在拍摄的风起洛阳会更加的感兴趣。在古装剧的风起洛阳当中呢，王一博饰演的是男二白李弘毅，人设上的冷孤傲的少年，在他的背景迫不得已的女二柳然结婚之后默默地交出了真心，可是就在感觉到二真爱的时候呢，一直在查询真相的他却查到了妻子的头上造化弄人。从故事上来看，白李弘毅的人设和性格都是蛮讨喜的，王一博的颜值应该也还能够为此加分不少。至于演技呢，在看过他和赵丽颖搭档的合作的有匪之后，相信大部分观众们都会特别的不担心。想来呢，这次在风起洛阳当中，他应该也是能够给观众们带来比较精彩的表演的。不过通过最近的近段时间不断放出路透来看，白李弘毅的造型并不是很吸睛，估计呢就是为了贴合时代背景的缘故吧。在风起洛阳这部剧当中，男性角色的扮相都是一身华服，再加上梳理的一丝不苟的发髻，不管是男主黄轩，还是男二王一博，亦或者是在剧中有男装戏份的宋茜，讲真，这样的发型除了凹陷，这个真的是毫无美感。我在有匪当中的八字短刘海、大白额太减分了，他身上的装扮看着还比较贵气，保不齐会有观众以为他扮的是贵族里边的牵马小厮呢，相似度是高达90%。一部剧的路透当中就顺眼许多了，秃头盖住了王一博小部分的额头，所以呢顺带修饰了脸型，给人的整体视觉效果就要好很多。明明帅气的小伙子，五官也没有变，偏发型的缘故吧，加分减分真的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发型的重要性确实不能够忽略，可以说风起洛阳中的常规造型就像是光头强也是绝美的张卫健来了也一样的 hold 不住，所以拜托造型师在演员有头发的情况之下，还是尽可能的做一下发型吧，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这种一丝不苟的造型。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部分的观众可能就觉得这样的发型也不错啊，那就请放心的追剧吧，演员们的实力都在呢。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请给出您宝贵的赞，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